因为我有时间啊。英诗录第七季啊，英诗录很红。没有，你知道讲到这种东西都要特别听清楚。跟那个雷的五十个阴影，五十道阴影，对，这个这种都要想清楚，不然都会被秒掉，就很容易被讲错那个字，顺序会乱掉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是僵尸，所以我们就来唱僵尸吧。对，那我们现场朋友也可以稍微想一下，有没有想要听什么歌？对，好不好？有的话就帮你唱。其实我看到这边有一位非常厉害的黑天使，是吗？红天使，红天使，对，而且我羡慕他的脚会发亮。这哎，为什么？有钢电池啊，那个就是摩登的。哪里有啊？这个是摩登的。那是摩登的。小心你的脚，不要把那个气球刺破啊！对。好了，再来这首《张比》。Yeah。没有掌声鼓励。好，前面有摄影大哥。
丁思路的主题曲。Yeah.